墨尔本探店火遍 ins 的少女心 brunch 是不是好拍又好吃呢？位置就在港口旁边，粉色元素几乎随处可见。为了拍照打卡，也一定要点的招牌 pancake 颜值实在是太高了，草莓棉花糖和糖霜饼做装饰。 pancake 下面是橘子果酱 V3 中和的甜，一口下去一点不腻，能吃出松饼无敌浓郁的黄油和香草味。棉花糖配着奶油热量炸弹实在是太美味了，冲着颜值点了一杯蝶豆花茶气泡水，下面是椰果粒，椰果和糖浆需要搅一搅，否则气泡水没有味道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闸蟹可颂。这完美的可颂酥皮真的爱了，很大一盘，完全可以和朋友分着吃。软壳蟹有一点微辣，真的好大一块，无敌酥脆，配着可颂超级好吃。点了一个莓果奶昔，喝起来莫名很健康，只能说味道一言难尽。踩雷 at Benny， 本以为会有很多肉，没想到分量这么少。这块五花肉用来做红烧肉应该很好吃，蔬菜薯饼和水波蛋也是中规中矩，脆皮猪肉实在是太老了，根本切不动，勉强摆个盘补救一下。每道菜味道差距真的很大，奈何拍照实在是太神仙了，快拉上小姐妹一起来打卡吧。